不是王阿姨，你给我介绍的是台球老师吗？怎么不是啊？啊，你跟他说是上课还是相亲？你就说是介绍台球老师吧，我又不是让他先上课的。哎，误会了。今天来早，王阿姨介绍的台球老师上课。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迟到了。你好，你好我是王阿姨介绍的。哦，没关系，请坐吧。啊，好。啊，这也要拍吗？啊，我记录一下生活。哦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这环境挺好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这怎么还有这猫鸟？这是我的副业。副业啊，那主业干啥呀？主业我是台球教练。台球教练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感兴趣吗？太感兴趣了。真的？那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吧。哦，可以。好，在里面哈。对。老师，这平时工作的地方哈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这桌子挺好的呀。是吧？亮货。嗯。你当买西瓜呢？嗯，挺不错。这手感也可以，想玩一下吗？可以试一下。好，我去拿球杆。你平时打过球吗？在网上看过一些教学。哦，我怎么会打？哦，这个是球杆。哦，这是球杆。我摆两颗球给你，你打一下试试。哦，可以啊。好，感受一下。你帮我纠正一下发力吧，我感觉不怎么会。可以啊，你先打一颗试一下。啊，打一颗。嗯。给老师展示一下我的力量吧。你身高多少呀？嗯，就这样问身啊，一米七几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挺合适的。哇、哦，你这球打得挺通透的呀，发力不错啊。你、这个动作没问题吧？你、这个动作没有见过，怎么弄的？打开就可以了。打不开。打不开了？嗯。你教一下我吧。怎么教啊？手把手教。这不太好吧？嗯，就这里啊，打开。哦，嗯，那我也用这个姿势打一下。哦，也行。你谈过几个女朋友呀？一两个。哦，怎么一学就会啊？老本行嘛。老本行。啊，要不我们用这个姿势玩一个更好玩的？有什么好玩的？你等着，我去摆球。啊，好。老师，这摆的是什么呀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白球打到那里去，你再打过来，我再打过去，你再把黑八打进去。这么难啊？没关系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啊，行吧，试一下呢。妈妈，我成功了。哇，真厉害！我竟然能做到哎。你多大呀？95年。95年是属什么的？属猪啊。属猪。老师属什么？我是属蛇的。属蛇挺好的呀。啊，有点相似。冲什么啊？没事没事，冲球。冲球，冲球我厉害哦、我这个力量很大的。真的吗？啊。那我们来一把试一下。啊，可以啊。好。我摆吧，我摆。这个是巧克，你拿来擦一下防滑的。是什么擦、啊？就这样擦。啊，这样子。嗯，对。那没问题哈。没问题。那开球吧，我开哈。嗯。救命！他到底在干嘛？哎呦，力还挺大的耶。俺是耿天的。没劲，到我了。啊哈，嗯，你打吧。你有没有车呀？没有，我走路来的。没事没事，我有。啊，你跟我在炫耀啥？那你有没有房啊？没有。没事，我收租了，分你一套。这么好玩？嗯，这不太好玩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啊？啊，都可以啊。啊。啊不，像老师一样就可以了。你这个就挺好。对。你继续吧。老师打这么好啊！打得真好，这挺好用的呀。这个，嗯。准备一杆青苔了，这是。这么细腻、啊。你这笔型手架开球那么散，对方容易空台的。你看，输我七颗球了。哎，我只是没进球，我要有进球就能赢你。我不信。赢你怎么办？再来一局。那我就当女朋友喽。当女朋友啊？这行，那好，来吧。那防滑的结尾。那这次还是我开。嗯，你开。
女朋友我来了。不可能啊，怎么跟刚刚不一样？真有你的，是我踢错球了。再来一句，赢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当你女朋友喽。女朋友我来了。近一个，近一个。进，哎，有下，可以。那我继续了哈。你一直用这个手架打，不稳的。不稳吗？还行。不可能啊！哎呀！啊，还会左手啊？会一点点。怎么跟刚不一样？我不装啊。运气好啊，不可能啊。真有你的，这杆法我都打不出来，这都回得来。被挡住了，被挡住了吗？啊，看怎么打这颗球。女朋友飞走咯。不可能啊，给你看个绝招。看明月杆法，给你搂一手。还会拐弯啊。嗯，走，先去培养一下感情。太快了吧。好，现在我跟我妈报个喜啊。你别紧张啊。哦，我不紧张。喂妈。哎，儿子啊，吃饭了没有？吃了啊。我找了个女朋友，让她跟你说下话啊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好，来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郑辉的女朋友。哎，你好，姑娘你好。嗯，你好。嗯，你是郑辉哪个女朋友啊？听我狡辩啊，不是解释。渣男，再见。Hello, it's me。我记得有嘉宾是生蚝很好吃，带你去吃，吃完再打二九八的。上班了，上班了。你才来呀、啊？有个女孩等你两个多小时了。在哪里啊？在十号桌嘛。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去，快去。啊，看看。我快去看一下。难道是我的桃花开了？哎呀，哎，肖然你怎么过来了？哎，难道你好久了？我也在等你。腿都软了。你怎么不提前给我发信息呢？我给你发信息了呀，你都没回，电话也不接，我只能来这里找你啊。嗯，今天想打几块的？只要不是一块就好了。要不来个两块的，两块很好玩。可以啊，试一下。也是啊，先收费。好好，上次二九八挺不错的耶，到账两元。啊，收到了，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摆球。可以。好，球摆好了，然后两块的话是我先开哈。没事，你先开吧，我能打就行。这我可不打包票。这比上次大了耶。啊，有劲，那我继续打了哈。球杆交接一次。这是什么路线？哇哦，厉害哦。这运气球，最近打球不受控制。他不会生气吧？这打法跟我学的吧？看来他还挺自豪。哇哦，好厉害。没手动我打啊。我都不想动进去啊。我的母语是无语。这球还能这么打，但是我又变陪打了，我怎么感觉有杀气。还是二九八的服务比较好，招牌还能保住吗？应该进不了。怎么还进啊？哎，我也不想进了。那个黑八不许进了。行行吧，行吧。哼！哇
完犊子了！这跟一块有什么区别？还多坑我一块钱。哎，我也不想进了，这运气太好了。那有没有我能打的？九块，要不试一下？九块服务很好。九块，那试一下吧，再相信你一次。嗯，先收费。好，到账九元。收到了，那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摆球。好。啊，球摆好了，九块的是你开啊，用这一根。你帮我开吧。啊。但是不许进球。那有点难，我试一下吧。哎呀，没进，到你了。好。啊，用这一根杆、哎。终于到我了。啊，好，对，帮您擦一下巧克力。好。还是喜欢你这个样子。啊啊，稍等一下，还有啊。哎呦，保护您的安全。这么优秀啊！我。啊啊，您继续。嗯、哦，好的。有点硬。掌声！九块服务不错啊，我也玩得挺开心。掌声！哦、太棒了！掌声！我打得怎样？掌声！哦，我打得怎样？男生真是长不大。掌声！怎样？我打得怎样？哇哦！怎样？很好，很好。嗯，九块服务怎么样？我觉得还行，但是没有二九八的好。啊，二九八好一点。是啊，哎呀，不少了，肚子还没吃饭。啊，要不我去煮个面给你吃。我记得有家冰镇生蚝很好吃。冰镇生蚝。走，带你去吃。啊、吃完再打二九八的。啊，也行。兄弟们，第一次听说这个冰镇生蚝，没吃过。很好吃的。是吗？嗯，走，带你去吃。嗯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、今天也在努力面子，争取早日完成小目标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嗯、不好意思。在公司嘛，颜值非常、真的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。赶紧趁机推销、啊。我是陪打，您需要陪打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今天自己练球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？还是花钱消灾。打一个吧，打一个吧。真的，别在下午就行、啊。您先坐一下。这腿好的够快的。啊，好，好吧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啊，那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业务啊，一到十元一局。有点贵了吧？看来不好骗。要不您先来一个一块的，先试试。看看我真诚的眼神。先打个五毛的吧。这么低呀、啊？用眼举着好痛。我什么也看不见。行吧，先收费后开打。先开打再说吧。来，您扫一下。到账五毛。啊，收到了。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买球。赶紧上了贼船。你好，球摆好了，五毛的话是我先开。啊，你开吧，你开吧，没事没事。总觉得怪怪的，真的有点迷茫。开球有进，那我就继续了。啊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他怎么好像很想走？他又在弄啥呀、啊？看他脚走路蛮正常的。突然不记得今天来干嘛？让我研究一下怎么秀。啥情况？这么快就打完了？你好，五毛的服务结束了。你的脚不痛了吧？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哎呦，又来这一套，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点个八块的缓解一下疼痛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也是先收费哈。到账八元。好，收到了。那您先坐一下，我去摆球。除了这个老六。你好，球摆好了，八块也是我。
你开心就行。哎呀，没劲，到你了哈。居然还有我的事。用这一根杆，帮您擦一下巧克力。这反差有点大哦。八块的服务不一样的。突然觉得他还挺温柔的。好，来，您继续。显露一下实力。屋檐被奉上有点害羞。笨蛋，都被我看到了。好球好球。这就有点难打了吧。意料之外的，还挺好玩。再鼓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他怎么脸变得那么好，看来是个经常练。小赢也算赢。再来一局吧。不打了吧。你脚挺严重的，都肿了。没啥感觉啊，不会是最近又吃胖了。我给点消炎药，要不去我家处理一下。这不方便吗？方便方便。来。